现在他穿的那个呢，这是算是一个乌达肯，就是我们是一个应该是南边吧，南边的一个城市的另外一个城市的衣服。所以印度呢，每个城市它的吃饭的文化不一样的，它穿衣服也不一样的，它是那个说话那个语言也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我希望大家是欢迎到印度，一定要来我们的印度，谢谢。大家非常有机会到印度去，对不对，东富先生？哎，欢迎大家来到印度。Turn it up.